中国受海军军舰，主称舰艇编队，正巡航在祖国宝岛台湾以东的海域。 重创敌舰。现在是4月9号，正在进行对陆打击任务。舰艇早在系统编队，队员走了，做好护送准备。我所在的位置是台岛以东海域，在我目视距离大约5海里处是台湾地区的宜阳舰。我所在的东部战区海军徐州舰正实施战术动作。 导弹正在起数，官兵们从占领阵地到准备点火，整个操作过程精准高效。给我！ 命令我部立即向军事司令行动。对海军打九秒释放方式。